禾木村，中国西北边陲最美的原始地带，有中国最美雪乡之称。每当冬季来临，万物凋零的时节，这里却因为有了雪的存在而变得生趣盎然。镇里的小学就坐落在村口，上课的时候还不到七岁的永登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的讲解，可是一旦下课后，校园就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雪不仅赋予了禾木童话般的美，也为冬日里孩子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但除了蜂王，永登的心里还藏着一个小秘密，这是源于几天前他在山上看到的一幕场景。禾木村是中国最大的图瓦人村落，作为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图瓦人一直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直到近十几年才完全定居下来。古老的生活方式赋予了当地人滑雪和制作一种特殊的毛皮滑雪板的绝技，而这恰恰就是永登心里最大的愿望，学滑雪。我想当世界冠军，我爸爸滑得特别特别酷。永登的小伙伴是同村的不满五岁的阿如娜和两岁多的乌德木。阿如娜和乌德木的父亲玛丽琴是村里滑雪最好的人，而这两个小家伙也早有学滑雪的心思。这次三个人可谓不谋而合，学滑雪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做一副滑雪板。自己做雪板的时候，就是要拿一个斧子。我看我爸爸他们都过来试一下吧。我们用斧子砍呀砍，然后砍好了以后，他说怎么弄弯，我说砸呗。由于滑雪板的前端必须是向上弯曲的，两个小家伙并没有真正学过制作雪板，不得要领的他们想出了个硬碰硬的办法，想把木头直接砸弯。然后砸坏了，这个不行，这个。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次他们向阿如娜的父亲玛丽琴直接求救。爸爸，我想滑雪。爸爸，我想滑雪。滑雪红一些，我一定要滑。虽然口头上在吓唬人，但看到孩子们主动提出要学滑雪，玛丽琴更多的则是一份欣慰。一个古老的毛皮滑雪板嘛，那就一点一点学哈。他们学的话以后，他们也保护嘛。他不去，你个徐快老人家滑雪。作为当地滑雪界的代表，玛丽琴
一直在为他们独特的滑雪技艺的传承而奔走呼号。瓦利琴所说的毛皮滑雪板，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滑雪工具。作为世界滑雪发源地，阿勒泰地区的先民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就率先采用了滑雪行进的狩猎方式，并在滑雪板底部创造性地铺了一层毛皮，所以才被后人称作是毛皮滑雪板。但今天这种古老的滑雪方式，除了在新疆极个别地区还少量使用之外，已经面临失传的窘境。因此当孩子们提出要学滑雪的时候，正好契合了马丽琴的心愿。去去马拉雪橇，冬季禾木最主要的出行方式。这种传统的交通工具在当地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对孩子们而言，乘雪橇无疑是冬日里的又一大乐趣。一路上峡谷、森林、雪山、古道，在这片几乎被大雪封闭的土地上，孩子们的欢呼让这里重现了生机与活力。尊老敬老是图瓦人一直秉承的传统美德。曲开老人年逾80，是当地具有传奇色彩的老猎手，谦逊、随和、传道、授业，让他收获了今天的成就和尊敬。爷爷，我滑雪的，我好有本事有本事。妈妈好冷的吃。爷爷，我想滑雪。滑雪。爷爷，我想滑雪。在说明来意后，马丽琴就在曲开老人的指导下忙活起来。松木制作滑雪板最主要的材料，特殊的地理环境、漫长的生长期，造就了这种树木轻便、结实、不变形的特点，是制作毛皮滑雪板不二选择。整根原木必须劈开，阿如娜跑过来帮忙，虽然笨手笨脚，但让孩子们学习整个过程，恰恰就是马丽琴的初衷。图瓦人使用的滑雪板长度一般都接近3米，木料的平直整齐与否决定了滑雪板使用和功效，所以在修理形状的工序中，曲开老人也亲自上手，足见禾木人对制作一双滑雪板的苛刻要求。平推豹子，相传是在我国南宋年间发明的，是抱平抱光的最好工具。看着一片片爆花，孩子们也跃跃欲试，尤其对于第一次尝试就铩羽而归的永登和阿如娜来说，眼神里充满了学习的渴望。孩子们每一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纷纷摩拳擦掌，小试牛刀。曲开老人的孙子德尔玛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之中。将滑雪板的一头削尖，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滑行过程中的阻力，这是禾木人千百年来恪守的传统。而大两岁的德尔玛则更加专业。马丽琴这边的进度也很快，经过多道工序后，滑雪板已显出雏形。滑雪板的前端必须有一个向上弯曲的角度，这是为了让滑雪板在高速滑行的过程中可以始终压住雪面，而这
恰恰是永登和阿如娜一开始就做错的地方。原来要想使木头弯曲，霸王硬上弓的方法可并不行。木板必须要经过热水浸泡，木板在高温的作用下开始屈服变软。在将近零下20度的环境中，一幕奇观即将上演。玛丽琴有事先准备好的工具，迫使雪板的一头弯曲，并特定的模子固定住，剩下的则留给时间去磨合。然后给毛坯的滑雪板打孔，并选择毛孔细小均匀分布的牛皮，小心地割成宽约2到3厘米的牛皮绳。这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和眼力。玛丽琴希望通过这种繁琐的制作过程，让孩子们深刻领悟到古老传统的精髓。牛皮绳经过反复摩擦迅速升温，这样可以使其获得最大程度的柔韧性。曲开老人一直在一旁指导，把这种独特的技艺传承下去也是老人最大的心愿，因为还能熟练制作滑雪板的人已经太少了。接下来就是制作毛皮滑雪板最重要的步骤，钉皮子。这不仅是毛皮滑雪板名字的由来，也是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孩子们好奇地蹲在一旁给大人们打下手，对于他们而言，仅仅通过这一次就掌握如此复杂的技巧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作为入门的第一堂课，孩子们的亲身参与已经为传承这门手艺打下了基础。毛皮滑雪板使用的皮毛非常讲究，必须是马匹小腿上的皮子。这部分的皮子形状呈长方形，容易固定。更重要的是，马小腿的皮毛平整，生长方向完全一致。用它做出的滑雪板滑行时，顺着皮毛的方向，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下坡的方向。而且由于皮毛存在韧度，逆着皮毛的方向使用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甚至可以直接踩着滑雪板上山。这种特殊的功能是现代滑雪板很难做到的。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下，一双精致的滑雪板终于制作完成。孩子们也亲身体验了一次精雕细琢之旅。润物细无声，第一次领略毛皮滑雪板的制作，多多少少让孩子们对传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向往。第二天一早，玛丽琴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村边上的观景平台。从最基本的绑腿开始，玛丽琴手把手地教给孩子们滑雪的准备工作。这个古老的滑雪板，你们今天开始学慢慢慢慢。这个一旋柱是我们这个打雷用的。与现代滑雪使用的双雪杖不同，图瓦人使用的是单独的长雪杖。这也是当地滑雪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过去，猎人们滑雪打猎时，手中握的不是现在的雪杖，而是极具杀伤力的长矛。随着时间的推移，长矛变成了雪杖，狩猎变成了娱乐。学习滑雪，首先要学习在雪面上走路。但对于第一次学习的孩子们，穿着这样一双超长的滑雪板走路并非易事，尤其是年纪最小的乌德木，没走几步他就被自己的滑雪板绊倒了。他想着各种办法想努力站起来，但长长的滑雪板似乎并不听话，
对于他这样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这是不小的挑战。这些方法世代相传，成为任何一个滑雪者学习的必修课。旁边的永登和阿如娜很快进入了第二步，用雪杖控制滑行。而这一步的难度在于重心和平衡的控制。永登到底是男孩子，很快也掌握了平衡身体的窍门。但一个疏忽，让滑在山边的永登遇到了麻烦。男孩子的勇气确实值得称赞，但这一次意外却也让他提前进入到了下坡滑行的课程中。相比永登，身为女孩子的阿如娜就显得小心翼翼了。原来白天的练习并没有让孩子们满足，简单的休息后，小家伙们便偷偷溜出家门，继续自己练习。天已经黑得下来，冬季的禾木乡夜晚常常来得很早。当玛丽琴发现孩子们不见的时候，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于是她急忙出来寻找。哎，赶紧回去！我晚上还有玩吗？回去，走走走，走走。白天滑行的妈妈还还会玩吗？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虽然希望孩子们能尽快学会滑雪，但玛丽琴明白，必须让孩子们知道，晚上跑出去，哪怕只是在村边，也是非常不安全的。这一刻，惩罚是必须的。细细的牛皮绳就成为了惩罚的教鞭，既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又让屋里的气氛变得异常轻松。作为蒙古族的分支，图瓦人至今仍旧保持着蒙古族祭祀先人的习俗。这天，为了祭祀先人滑雪狩猎的历史，村里的滑雪队在野外堆起了雪包，来迎接孩子们第一次真正的滑雪。敖包，
蒙古族祭祀的标志性建筑。他们用雪堆起敖包的雏形，插上挂满哈达和彩旗的树枝，这是仪式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德高望重的曲开老人被请来专门主持这场仪式。仪式上，老人把毛皮滑雪板亲手交给孩子们，祝福他们可以像先人一样自由地穿行在茫茫的雪野之中。激起了永登志在必得的欲望。这一次虽然不能称之为飞跃，但他们也可以像他们的祖先。